大家好，我是大马艺人二阿哥刘一清，非常荣幸，非常的荣幸，我们来到了沙劳越每三年一度的大伯公庙的出巡之日哈。今天是5月13号，明天呢，听说明天是5月14号，那也就是我们大伯公的神诞千秋。我们非常荣幸，非常荣幸的被文莱的保安宫，所谓的保安宫邀请到我们这边来，我们来看看保安宫的历史是如何，好不好？我据我所知，保安宫呢在千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这个庙。那所谓的保安宫的神明呢，主神呢就是保生大帝。我也非常荣幸，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其中筹备的这一个项目。那我们去看看保安宫的历史。文莱的保安宫是在4年前成立的，今年他们也突破了他们自己。听说他们这次也是我有史以来见到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。我活了那么久，我还没有看过人家真的在玩刀架。所谓怎么玩刀架呢？我们今晚我们大家来看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一步到去看看保安宫，好不好？大家来到了我们文莱保安宫。所谓的保安宫呢，文莱保安宫呢也成立了4年，所以大家应该在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保安宫的主神是谁吗？那我由我来介绍保安宫的主神是谁。保安宫的主神就是我们的保生大帝。保生大帝呢，也就是我们所谓称为他的神医。你有什么疑难杂症都好，你去祈求他，他竟然会保佑你的身体健康。然后你们家庭不顺的话，你们也可以祈求他，他可以保佑你们家庭和谐。大家来看看保生大帝的今生，好不好？来，对，大家看到了，这里坐着满满的金身。那所谓中间这一尊呢，也就是我们的保生大帝。保安宫就是保生大帝的宝殿宫门的意思，所以它就叫保安宫。这次文莱保安宫呢，它也出了众多的神明神像。保生大帝旁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道教的元始天尊。接下去呢，我们就是妈祖娘娘，就是我们的齐天大圣。再接下去呢，就是我们的元天大帝。再来呢，就是我们的石龙公公，大家所熟悉的就是我们的黑白无常。这次呢，保安宫也出了第18殿的大伯爷和二伯爷。大家来，一步到前面来了。现在站在我的左手边的这一尊神像呢，也许大部分的人不大清楚他是谁，也少数部分的人也非常清楚他是谁。那我很简单的告诉大家，你们有看武侠片吗？《射雕英雄传》呢，里面有一个角色是叫洪七公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丐帮。丐帮的意思呢，他们洪七公公呢，他绝门的武技呢就是打狗棒，他的打狗棒呢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。洪七公在千年受到香火的影响，他也被立为了仙帮。这尊神像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斗公。大斗公在我们马来西亚呢，也是已经近百多年的历史了哈。它主要有什么？它也是在保护着所有路过的人，一切平平安安。这次也非常的乐意啊，也一起来参与齐上这个梅里大斗公的3年一度游行。
站在我身边就穿着青色衣服的绿色衣服，这一位就是我们保安宫的坛主，全名呢？邓明富。邓明富，我听说邓明富呢，他因为他也是创办了保安宫，也不止在文莱啊，沙捞越的古晋省，他也创办了一间沙捞越的保安宫，主要的目的是主神告诉他，文莱也需要他的。另外一位呢，站在我的右手边的这一位呢，橙色衣服的这一位呢，也就是我们文莱保安宫坛主的徒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刘江啊，姓江胜。啊，江胜勇呢，他身份也是非常特别，他也是我们的鸡童之一，也就是第十八点大本营的童生，所以他今天也会为大家来祝福全美里的人民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一切顺顺利利，风调雨顺。弟子参加这次的出巡活动，所以为了今年的出巡活动是非常非常的特别，因为今年也有百多对的神庙来参与祈圣。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文莱保安宫的口号是怎样的，好不好？文莱保安宫，是澎湃，所以这就是文莱保安宫的一个非常好的气势。那我们稍后呢，我们还有好戏在后头，请等下见。
遮风挡雨。我们今生有缘在路上，只要我们彼此永不忘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我们今生注定是沧桑，哭着来要笑着走过呀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啊，我们今生兄弟等兄弟情一场。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朋友啊，让我们一起牢牢铭记呀，别在乎那一些又何妨。我们今生就像梦一场，有你陪
我们不知不觉我们的出巡呢也走了将近四个小时之后呢，我们也大功告成了嘛。哦，大家刚才也看到了，鸡同门也醒同了，但是神明们也祝福完了所有梅里市的人民。那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神庙来参加我们的105周年的梅里大辈公庙的出巡节日。明天是初一，也就是我们大辈公的千秋宝诞。那我在此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阖家平安，谢谢。